手机应用俗称 App 是真正改变我们生活的工具，使用每个硬体都需要应用软体，没有软体的硬体只是一个空空的壳罢了。应用软体在生活上运用的方面不胜枚举，社交、娱乐、学习、通讯、工作，云端上的世界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使许多热门的 App 都拿下八位数的下载次数。虽然 App 是为了方便，但其中还隐藏着许多奇葩的小伙子。今天，小乌龟就跟各位揭晓那些藏身在应用之茫然大海的奇葩之子吧。Snapchat， 它呢，是一个帮猫咪自拍的软体。本软体仅适用于安卓系统，手拿一只苹果的猫奴们可能没办法记录自己的猫生活点滴了。这个 app 的由来就是为了解决每次帮自己家猫老大拍照时他都不看镜头的老问题，所以这个 app 直接让他自己按下快门，自然而然的就会看镜头了。这个 app 的运作原理很简单，下载后点开来玩玩，就会发现整个应用里面就是一个小红点在黑荧幕里面，而且那个小红点点会动，就像逗猫一样，只要有一点玩心的猫咪应该都抵挡不住这个小红点的诱惑啦。要浏览自己拍摄的照片的话，只要按下音量键就好了哦。看到自己家的小猫猫当上了摄影大师，用他这几年学来的优质摄影技巧，在他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他摆出他苦练多年的姿势，拍出照片的那一瞬间，小猫猫瞬间感受到了他的努力值得了。但随之因为储存空间不够被猫奴删掉了。等等，我们改写一下。拍出照片的那一瞬间，小猫猫瞬间感受到了他的努力值得了。主人随之感到很高兴，说道：啊，不就好棒棒。睡你妹闹钟，它就是一个简单的闹钟 app。虽然有这个怪怪的名字，但它奇特之处就是解锁闹钟的方式。一、数学题，早上被恼人的闹钟吵醒，当然你可以设定一个很和悦的闹铃啦。你看了看手机，出现了奇怪的数学题，因为没有解锁闹钟。你不能用手机，所以你打开了电脑，点开了计算机，算啊，结果，好，我看你可能又要再试一次了。哎呀，二，摇晃手机，早上被恼人的闹钟吵醒，看到一个叫你摇晃手机相对次数的指令，你只好照做了。在摇晃手机的同时，它会记录你的运动量。在摇晃到一定数值的时候，恼人的闹钟才会停止。这样的起床方式只会让你想摔手机吧。三、自拍，爱自拍的观众们应该会很喜欢这个选择。这次的开场不是在早上当恼人的闹钟响起了，而是在前一天的晚上，当你要睡觉的时候，你必须找一个地点自拍。到了早上，同样被恼人的闹钟吵醒，你又要到跟上一晚自拍的同一个地点再拍一张照。可能是你的房间，可能是你家的厕所，但是前一天晚上千万不要冲动跑去拍月亮啊，这样一整天都不能用手机了。Ghost Detector， 顾名思义，它就是一个侦测鬼的应用。根据开发者表示，它能够侦测周围磁场的变化，探测空间，物品的能量反应。听起来是好可怕，很阴森的一个应用程式啊。这个 app 有自动拍照的功能，经过使用者个经验，它拍出来的照片都超级可怕。照相功能搜寻到灵体的时候会喊出 3, 2, 1 Ghost Detect， 但是为了不要让使用者受惊，我说受到惊吓，照片由光点、光影、黑影、黑斑的方式呈现能量，这就不会这么恐怖了。还有啊，使用者说庙宇还要寺庙附近真的很多，是不是让你心里发毛了呢？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假如大家有长知识的话，记得帮我订阅、按赞、分享哦。我们的奇葩手机应用还有下集哦。阿乐怎么这么官腔？